Commission side said that councils agreed to extend the treaty without any addition.经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印尼方了解，在被扣的巴拿马籍邮轮上，确有25名中国籍船员，目前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。使馆已经向印尼方表达关切，请印尼方尽快核实了解中国船员情况。 并向中方正式通报，依法公正调查有关案件，保障中国船员的健康、人身安全及正当合法权益。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案件的调查进展，并为涉事船员提供相关协助。 美国前任政府。 气候行动严重退步，退出巴黎协定，拒不承担减排出资义务，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努力。中方期待美方尽快弥补长达4年的断档和空缺，尽快在巴黎协定下提交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。 和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，让国际社会感受到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性。中方欢迎美俄就新 START 条约延期达成一致。条约延期有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。 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，中方希望双方尽早完成条约延期的相关程序。过去几年，美国上届政府大搞单边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，恶意挑起贸易战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滥用各种借口和清单，不择手段。 毫无底线地打压中国企业，胁迫其他国家放弃与中国企业合作，严重违反国际经贸规则，背离公平竞争原则，破坏正常市场秩序，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，最终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。 我们希望美方吸取教训。 纠正错误，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，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，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。 两国元首就抗疫合作、中韩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沟通，达成了重要共识，为新的一年中中韩交往合作开了个好头。相信此次通话将引领和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新的重要进展。 新疆种族灭绝是不折不扣的伪命题，是个别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谎言，是彻头彻尾污蔑、抹黑中国的闹剧。我们相信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眼睛是雪亮的，会客观、公正地看待新疆的发展变化，客观、公正地。 评价中国政府采取的稳疆、治疆、富疆政策。